帮些面多放多放点儿嘞。走吧，来，多放点儿。这点面都像碗油一样，你看看，这大一面，那一面不大重。那太少了，嗯，小小的。这个油啊，你先配上个，出来就大部分就差不多干。如果没有面了也不行了，就小了。这么黏啊，嗯，很黏。他为什么他关心就是流量水能出的锅，就是因为黏。对，黏一般的出不了，出不来。这他在这不就是吃吗？他不想吃。他不想吃，不想吃。喜欢吃一个，喜欢吃巧的，不跟吃一个，吃个什么？先别那个啥了，就是留下几个大小一样的称称，让他看看。好，别动了，把那些都掉哈，把你手那些掉哈，没有了。行，那也别弄了，留几个，看看那个大小一样的。面多了。放点面糊就好了。嗯。再放点干面。嗯。哇，真黏。嗯。这都是小什么？好了，惯了。红就红。它这个东西哈，到时候它这上面应该撒干面。撒干面。这加上一个什么？面少点，面少点，这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。三十一。三十二哈，差距不是很大。嗯，零点一毫。啊，三十一哈。嗯。这个是这个了。嗯，三十二，这一堆是这个。三十二哈。这个不是。